蛋蛋，你怎么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，还笑这么开心啊？我在看伊利麦子公益大合唱 MV 啊。伊利麦子公益歌曲大合唱 MV？ 对啊，里面有很多不同温馨的画面，还有伊利麦子工作人员、主厨、小编一起合唱呢。真的假的？快借我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现在看到 MV 里面哪一趴最有感的画面，都可以截图下来哦。可是截图后要放到哪里啊？只起都要按赞、公开分享伊利麦子公益大合唱 MV。截图你最有感的画面，并留言“幸福从伊利麦子开始，有你不孤独”，就有机会获得台东的关山米哦！赶快来参加吧！